这三天你可以先泡边好，然后就可以尝试。大家好，我是黄河，我的编号是1905001，我是张永瑞，我的编号是1905012。我们想了许多实践，我们觉得这次的主题是安全实验室。然后我们用这个主题呢，我们想到了八个。那第一个就是安全的，能安全的做出这一个实验。然后第二个就是用 AR 的方式，就是不是完全，就是完全没有去做，就是用 AR 的方式去做。然后第三个就是实验互动，第四个是安全的方式做的。影片就是你会看到一个人在帮你做，只是他让你觉得你会记得很清楚。然后第六个是实验游戏，就是它是一个游戏，只是像大富翁一样，它走到某一个，你要拥有一定的知识，你就会记得那个是什么。然后就是故事关系，故事就是你按什么，它就会跑出有什么结果。然后有题目的实验，就是你每做一个实验，它就会问你一个这次的实验可能会有什么结果。那我们选择，是实验互动方式，就是有点像是你去做，它会去然后去动，然后就是让你有一些安全效果。那这边我们是以水的三个形态来做，因为刚好有三个不同的形态这样做。那我们有用的东西是有依据证，然后风云计、温度，然后还有 LED 那个魔轮，就是灯泡 LED 灯，然后我们用什么？马达，没有没有，马达没有，还有最后没有。然后这是超音波，还有舵机，然后这是我们大概的，然后我们是利用我们这边是利用那个我们分开来做，对，因为它那个分开来过，方便来检查错误，而且也比较容易做出来我们要的效果。那黄姐。我这边是，这是超音波，因为有时候有人那个为了做实验，为了方便一点，所以靠近桌子，然后更靠近那个实验器材，然后可能把实验器材用坏掉，反而伤害到自己。所以这个如果有人靠近的时候，蜂鸣器就会开始叫，然后这就会显示叉叉不 OK， 然后它就会关下来，让人不要继续做实验。因为我们这边有。到水那个水的三态色，有一个是气体的，是，所以我们就是说怕有时候温度太高，有些人为了去观察，然后结果过去可能眼睛可能被用到，或然后可能就会烫伤。然后我们这边我做的就是我们要看里面的温度，因为我们没办法直接去看里面的温度，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装置让我们去看里面的温度，还是要测试。然后这个。我们用土壤温湿度去测温度，是因为我们如果用温度去测的话，它的数它不会跳很多温度，可能就跳一两度。那土壤温湿度呢，它是比较类似的东西，但是相对它能跳的比较多温度，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去做。然后相对温度高的这个灯泡量就越多，然后温度低就越来越少。然后这边也会显示温度，然后我们就试做一次。好，我试做一次，要试做吗？现在是还在实验中，然后假设有一个人那个靠近了，然后他就会叫，然后就叫三次之后，这个就会关起来，然后开始擦。假设你离远了，它就会变成圈，然后这也会打开。然后这个地方，如果在有人靠近的时候，他会说第几组有人先，就这样，他就会这样讲。然后我们的温度是很
高的话，那它就会显得是那个然后如果说温度降低的话，就是感觉到就是低的，然后温度再提高一点就是温度。然后这边都会有写出他们的日文。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些。用那个代替温度也是不错的点子的哈、哦。嗯。可惜的是，我突然看到街那么多灯都没有亮啊。啊，没有必要的就不要把它遮上去了。建议你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被你的简报吸引了，好想看到 AR， 我就没看到 AR。好、哦，好、哦，谢谢你，好、哦，不错，很厉害啊。有一些书面资料吗？是不是？有书面资料吗？要不要简报一下？对，刚这个有讲到吗？这个就是比较一个系统概念。对，因为我们之前前面画这边比较乱，所以他到他后面还有再重画一次，大概还有再画一次，大概就变成。那里面有一个那个曼陀罗那个主动的曼陀罗思考，对，曼陀罗思考法。就这样子而已嘛，书面资料就这样子。书面资料大家，因为我们书面资料写一写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在做的时候，相对是，因为他我这个做是还蛮顺利，因为可是他的那个第一块板子跟第二块板子接上去的时候都没办法运作，都一直断线，所以他也花很多时间在我们那个换的三块板子才有。老师建议你们说，因为你们叫做实验互动装置嘛，事实上它应该是一个系统或是装置。哎，装置的话，就这个一个个才叫装置嘛。系统的话，就是有 input 跟 output， 有输入跟输出的话叫系统。好、哦，所以它不是装置。啊、哦，对，所以应该叫做，比方说叫做实验互动系统，类似这样子会比较恰当啊。好、哦，谢谢先生。好，谢谢。有没有什么要做？对，有没有什么要再补充的？有吗？剩下三十秒。哦，我们有遇到很多困难，就是像那个板子，还有它有时候接上去之后，它的程式一直跳掉，就是没办法成功，所以那个所以测试很多遍，它也是一样。而我的也是，就是有时候会遇到，就是有时候会。比较久，然后因为我之前在想要写，我就大概知道，就是如果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个的这种有这个的话，就会比较久。但是这一次有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们在学校是用了快一个小时在用这个液晶。你们在学校有用过这个 LCD 吗？有用过，它都很顺利吗？没有，是学校也是常常会这样卡卡的。对，哦，谢谢，辛苦了。构想一个
又梦到了这个水的三潭湖。然后呢，我们这个水的生态模拟机，它是模拟真实的情况，就是由温度的不同来变换它水的那个形态。我现在演示一次，这边我们利用旋钮转动调整温度的设定，然后只要超过某种温度，冰就会融化，再超过某种。再超过某种温度，冰就会完全融化变成水。再超过，再不加热的话，它就会慢慢蒸发，最后变成水蒸气。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使用到 LED 灯，就是它就是会配合旁边的这个灯泡。如果在水蒸气的话，它会是红色，然后就。介于水跟水蒸气，它就会是红色跟黄色。然后如果是水的话，它就会是黄色、亮黄色。如果介于水跟冰，就会是黄色跟绿色都亮。然后如果是冰的话，它就只会亮红色。然后我们这次用到旋钮是用来调整温度，然后它有设定的。类似这样的题目，对，
然课的时候。也是用 Scratch 做的吗？就是自然课，就是直接做实验，好，用实验来做这样子。想要问一问，就是像今天这样子，就是自然课实验活动，现在资讯课去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就是觉得这样就反而变简单了。这个学校有用程式写过这样的东西吗？类似，有类似这样。好，你很棒哦，不错，很棒哈、哦，哎，辛苦啦，辛苦了，哎哎哦，好，还有吗？还有什么要跟老师们说的？好，那就这样子啦，好，辛苦了，谢谢。